依法休假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我们不是要影响全国的殊遇，我们是要找回台铁员工的尊严。有300多个人、500多个人出来依法休假，该检讨的是体制，而不是这一群只想安稳度日的人。我们要抱着被免职的风险做依法休假的行动，来到交通部前面，到总统府前面，就是因为我们要改革这不合理的班表。日夜休这个全年无休的轮班班表，折磨了我们所有的员工。啊，人力要补足，人力要补足，休力要完整，休力要完整，人力要补足，人力要补足，休力要完整，休力要完整，全被成组，自立自强被成组，保障劳工公司聘，保障。跟警察、消防等医疗机构，它是属于轮班轮勤制哈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出勤的班表是依照规定来轮班轮勤的哈，所以在国定假日的时候，我们也依照法定的班表来出勤哦。全训会还是被当年劳委会打脸呢？80天，快30天。他说台北员工就是适用劳基法，你们不可以只把人踢出来，你们不可接受当年劳委会的事。不敢面对去年9月9号劳动部做的函释，更不敢面对台北市政府劳动局今年1月25号做的函释。当你把公务员无法规定了，请假是请温昌病假、事假，没有说要请国定假日。公务员兼具劳动身份，只有认领薪资、奖惩、退休、抚恤、保险、用公务员法定。其他锁定劳动条件优于本法，重新规定休假、国定假日，就是依劳基法。所以我要跟各位说明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台铁的员工都是公务员兼具劳动身份哦，他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没错，也必须受到公务员不法，所以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啊，保障是什么？在说明哦，也必须依据公务员的相关法律的规范哦，就是依照公务员的相关规定，这个请假没有关系，公务员的义务来做，不要坚持。劳动条件是什么？不要怕跟政府机关打交道，也不需要太温良恭俭让，有时候声音大，别人才听得清楚。我相信未来的政府也会有这样的雅量，如果第一次听不见，你可以大声一点。知道我们的血汗斑点有多可怕、多没人性吗？
你知道我们只有十二小时，你不到两小时的加班费吗？电视再听不见，你可以更大声一点。你知道我们的班表超没人性、超血汗的吗？加班费不到两小时，你听到了没有？第三次再不回应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拍桌子。改革班表！改革班表！拒绝打压！拒绝打压！我一开始也是很奉公守法，我遵守每一个规定，但是我慢慢的发现有很多的不合理。为什么我的工时这么长，但我却只有1.8小时的加班费？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，我们就是听了蔡总统的话，我们要自立自强。我们现在告诉您，您底下的铁路局、交通部、行政院都在违反的曲解法律，都在漠视劳工的权益。如果您听到了，就请立刻告诉他们撤销这些矿石单。回报你们自立自强的成果。现在时间，不让劳工都失业。2006年2月9日。自立自强被惩处，自立自强被惩处，保障劳工都是命，保障劳工都是命，自立自强被惩处，自立自强被惩处。今天是我们第几次来到海盗了？第三次。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吗？不行。我们要告诉蔡英文政府，今天是你闯出来的大祸，我们这些人只是想安心安稳的过日子而已。我们没有想要赚什么大钱，我们就是替国家服务。可是是今天你逼得我们这些替国家服务的人全部都要站上街头。跟各位报告，这20年来台铁的人力被砍了1/4的人力，可是旅客的数量不断的上升，这20年来的营收增加了20亿元的营收，他砍掉了1/4的人力，这像话吗？不像话！今天我们开大门走大路，我们不要再去公共关系室了。公共关系室没有办法给我们任何的回应，我们就往总统里面走，好不好？好！走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往前走。自立自强被惩处，自立自强被惩处，保障劳工都是命，保障劳工都是命，自立自强被惩处。不要乱动。这是政府的态度嘛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我们是冷静的人啊，我们是理性的台铁员工，我们是公务员，我们也不想要跟同样是公务员的警察先生冲突嘛。现场的公职人员都很辛苦，我们是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国定假日的休息。我们请总统府人出来接受我们的陈情，不要为难现场这些员警。我们今天会走大路，并不是要往前冲，我们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也走大路出来接受我们的陈情。我是理事樊宇，我们不会造成远景的困扰。我们只会在这里静坐，等一个人，等两个人出来接受我们的陈情。现在有300多个人接到了矿石单，我们今天动员了200多个人来到现场，就是希望蔡政府赶快给劳工出面一个交代。